蔡英文总统，伊来这个所在时阵，伊看到咱的艰苦，所以伊答应讲，伊若做总统的时阵，伊绝对要来实现农业基本法，推动农业基本法。所以咱爱特别注意，唔通让国民党得错爱用心哦。咱错爱用心，小猪提早回娘家吼。提早回家，提早回家。咱是用人的趴下，咱这个错爱兄弟，过来一个，小猪提早回娘家。错爱人们，动算！错爱人们，动算！错爱人们，动算！高教你，动算！高教你，动算！好，来，大家做一下惊喜吧。
有彰化有去过塑化工厂吗？有啊有啊。你去之前，你知道这个塑化工厂两年前有借马总统拍过广告？不晓得，不晓得，今天看报纸才知道。嗯，所以他昨天也没有跟你，昨天那个老板没有跟你提这件事情。没有，那他有跟你抱怨说他，比如说有后悔支持 A 吧？没有了，他倒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打开全球的市场了哈。那尤其他们对于这个韩国跟美国跟欧洲签的 FTA 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很忧心哈，怕把这个欧洲跟美国的市场，都被韩国抢走了哈。那他们很期待，就是说，一方面政府可以加速这个 FTA 的谈判。那另外一方面也要拿出实际的政策手段哈，让他们不要在整个过程中受到伤害，那也不会把因此那个市场被韩国抢走了，所以他们对于未来其实是很焦虑的哈，也焦虑的就是说，他们很怕他们将来，因为韩国的这种FTA 造成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非常的不利了，嗯。主席，你怎么看在今天福海宫这边有一个方院乡的乡代表，还有一个博爱村的村长，他们都国民党籍的，跑来说对马总统很失望，他没有说很表明要支持你，但是他的意图很明显，怎么看这样的效应？我想这个沿海地区哦，是需要政府放多一点心血在这里哈。各位大家也看得到，沿海地区的这些乡镇其实人口都偏老啊，那生活的情况也比较困难一点哈，所以这个是需要政府在下一个阶段大力的投入资源哈，把整个的这个产业哦做一个重新的整理，那注入年轻的人口，让它有翻转的机会。那么这样再下去的话，我会担心这个地方会越来越被边缘化。那个塑化工厂的老板好像也有送小猪给你哦，然后他送了好几只哦。他有表态要支持你吗？嗯，送小猪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哈，所以你觉得自己有这样有算拔庄成功吗？我也不知道他原来是谁的庄了哈，但是作为一个候选人跟一个国家的政府哦，重点还是在于就是说真正的去了解我们很多的产业哈，他们需要的协助在哪里。那产业其实是一个处于一个蛮弱势的情况，因为全球的变化很快，那产业要面对这种全球快速的变化啊，有时候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因应，必须要政府跟着他们一起因应，速度才来得及。如果速度不把它加快的话哈，其实任何一个时间点的政策过一下子它就过时了哈，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在2012再重新执政之后啊，我们的经贸团队还有我们对于应对整体的外部的经济情势的变迁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财经团队会非常非常的强，因为这个速度实在太快了，国际情势变迁的速度非常的快。主席，昨天这个第一夫人已经出马帮马总统辅选，有没有觉得你好像比他们原本预定的时间点又提早了？哦，这样子吗？会觉得马总统是不是有选情关系的感觉？我觉得选战的步骤哈，那选战的这个策略啊，其实每一个阵营有他们自己的考量嘛哈，那我们也尊重他们。那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把我们要说的话说清楚啊，那要把我们表达的这个事情也表达清楚。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人民有一个同理心，让人民也感觉说这个政党这个候选人是时时刻刻跟他们在一起。好，谢谢谢谢。其实你今天剥鹅啊吃鹅啊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你看剥一个鹅啊，而且我们的鹅啊都瘦瘦的鹅啊，那这种鹅啊吃起来是很好吃了，但是真的那么大一个鹅啊，这样子一个哈，要我们一口吃多少个鹅啊？所以人工真的很辛苦。所以刚才你们也都看到了哦，就是说剥那么一大碗才20块的工钱。其实对于我们住在都市里面的人，真的要好好的来爱惜这一些在沿海生活条件情况比较困难的人，我们真的要一起来帮忙，一起来改变翻转这里的产业结构。好，谢谢谢谢谢谢。
动算，当前动算。